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这一集要来聊一下，很多人都把乌克兰战场上面无人机的表现放大来解读，甚至也有人说，这个现在的战场无人机已经取代一切，主力战车已经没落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特地做这一集来为大家做一个分析还有说明。我们这一集感谢郭立森将军给予我的指导，因为我们常常在讨论一些相关的议题的时候，郭将军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大家所忽略的蛛丝马迹，而这些常常会影响到我们看新闻的时候的那些解读。还是请朋友们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大铃铛，这样子 YT 才会推荐我们频道的影片。除此之外，我们有成立 LINE 的社群，还有 Discord 的社群。我们在 LINE 里面最大的是军事版，目前有1850几个人以上，而且我们即将要挑战全台湾最大的军事社群。在现在，我们这个军事版它已经是台湾最活跃的军事社群，因为每天在这里面讨论军事议题的量非常的大，也欢迎您的加入。很多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加入这一个军事版之后，他对于军事的理解的程度会快速的成长。那可是也有的人他不太喜欢讯息量太大，他会有一点压力，那你就适合加入我们的休闲咖啡厅，可以讨论生活中，偶尔再夹杂一点军事，这样子可以悠闲的过日子。那当然还有台派的政治版，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同温层，有很多跟你一样想要保卫台湾的朋友、战友会在这边聚集。当然还有军事烧脑研究所，就是高手群，可以让大家讨论比较艰深的问题。在乌克兰战场上面，大家从新闻或者很多的媒体报道都看到了，不论是商规军用的无人机，像大疆啊，各国产的这些无人机，大大小小的多轴，有四轴有六轴这种无人机，或者第一人称视角 FPV 的无人机，这种自杀无人机在这里神出鬼没满天飞的情况，所以很多人都解读成现在是无人机的世代。但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尤其乌克兰在第一时间使用了无人机来进行征收定位，演变到最后用无人机来击杀敌人的装甲车，还有他的指挥官或者人员。可是真的那么好用吗？我们一般看到的影像都是成功的画面，很少看到无人机被反制击落的资料。在这情况下，导致所有的人都误以为现在的战场上面无人机已经变成主角，它可以主宰这个战场。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曾经有一度小型无人机被大家放大解读，好像它是未来最重要的武器装备。可是大家都没有发现，乌克兰或者俄罗斯使用的这些小型无人机常常是一种应急改造，就是拿手边可以用的东西来改造。那这有点不符合我们在军事上军用装备，它要经过完整的规划、设计、测试、实战化的这整个程序。所以大家常常把认知战的内容来跟实战化的武器装备把它混在一起。这个错误的理解背后的原因，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他们在战争的过程里面耗尽了他们手边的精准打击弹药，在这情况下他们只好应急把手边可以用的这些无人机拿来改装，来作为军事上的使用。可是这些商规军用的无人机，因为本身的抗干扰能力、保密的措施，这些都跟军规没有办法相比。它唯一的优点就是数量大、成本低，所以在战场上的消耗就非常的大，因为它的耗损，它并没有办法适度的完成它的任务。所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乌克兰跟俄罗斯他们手边的导引武器严重的不足，所以就把这些应急措施拿出来，可是又要壮胆，要建立自己的信心，所以拍了大量的影片
来让自己的国人军人知道说，他们纵使没有精准弹药，可是仍然有手边的这些无人机可以取代原来精准弹药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战争的初期，双方大概每个月分别要消耗20000架小型无人机，就是乌克兰要消耗20000多架，俄罗斯也要消耗20000多架的小型无人机。可是一直到现在，双方现在每个月都要消耗掉超过100000架的小型无人机。假如这100000架每个月都这样子消耗掉，成功率很高的话，那这一场战争应该已经打到战场上面有生力量消耗殆尽的情况。可是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双方仍然在焦灼状态之下，所以我们可以解读为原先它只是一个认知战的其中一个部分，可是到最后反而被大家作为成功的个案，扩大解读了商规、军用的无人机或者其他这些不对称武器成功的案例。所以大家一直忽略了小型无人机它被反制还有耗损的速度，因为它会做得小，那它就容易被反制或者被预防。那假如真的那么有效的话，这一场战争可能早就结束了，也不会有活人再出现战场上。所以这一些成本低数量大的这些无人机，它的应急就是紧急状态，要用很短的时间来改装它，所以叫应急。你看它上面就是一个魔鬼毡或者什么方式，然后就去把它装上去，它的负载、它的战斗部，这个在军事装备里面是比较少见的做法，这是不得不的做法。所以在这情况下，乌克兰战场上面的耗损速度其实超乎了大家的想象。也因为这样，所以乌克兰不断的在募集，在全世界跟大家求援说，请大家捐无人机给他们。可是无人机并没有办法扭转这整个战场，因为乌克兰在反攻的过程里面，它还是需要传统的兵力跟火力，所以乌克兰才会从欧美先进国家取得大量的战车、自走炮这些传统的火力。所以乌克兰他们在寻求西方的援助的时候，不断的提出像战车、自走炮、多管火箭，就是海马斯这一类的传统兵力之外，还有像 F-16 战斗机，这些都是乌克兰他们列为他们需求的武器装备里面最优先的位置。而小型无人机假如出现在台湾的战场的时机，只会出现在登陆的阶段，因为在平时这一类的小型无人机并没有办法飞越台湾海峡，只有哈比无人机这一类的飞行距离比较远的自杀无人机才有可能。所以很多人都不断的在讲说，那台湾本岛需不需要有这一类无人机的反制系统，或者我们的战车上面要不要加装鸟笼这些装备。所以要再一次的强调，只有敌人接近到台湾本岛的时候，他才有可能从他的登陆船团释放出这一类的小型无人机，那这时候才会有小型无人机的威胁，尤其是对于战车等这些的威胁，这时候才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境。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中国的解放军他要攻击台湾或者他要登陆台湾，他所要打击的目标，他有优先顺序，他的优先顺序应该是首先我们的雷达站、防空飞弹、反舰飞弹、指挥所、弹药库、机场、港口。所以我们的装甲部队它是排在很后面，除非它已经上岸有桥头堡，或者正要进行登陆阶段大规模的登陆作战的时候，它才会用到所有的手段要来打击我们的守备兵力，当然包括了战车。所以它有一个打击的优先顺序。在这情况下，我们的战车它要遭遇到空中这种小型无人机的威胁，并不会在战争一开始就发生。另外大家不要忘记，现在台湾的战车并没有安装鸟笼这一类的东西，这个原因是因为它都是属于战场的应急改造。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乌克兰的 M1 战车，它加装的鸟笼就像我们的铝门窗一样，这种铁丝网，那这个应急改造就做得到了。原先乌克兰的 M1 也是没有，也是到了乌克兰战场上面才由他们的作战部队在战场上面来进行应急的改造。而这些装备除了像反应装甲这些以外，大部分的鸟笼台湾
铝门窗的产业非常的蓬勃，这种都是在我们周边都可以随时取得的东西来进行相关的改造作业，所以平时不用加装，等到真的有敌情的威胁的时候再来加装，这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就像二战的时候，诺曼底登陆之后，盟军在诺曼底这个区域里面，因为遭遇到地形的限制，它有很多的灌木还有海堤，所以盟军就将他们的 M4 雪曼战车用沙滩上的这些钢轨阻绝设施来改造，加装了推土铲，创造出了 M4 犀牛战车 Reno。 所以装甲兵他们的应急改造、随机应变，这个都是在他们的教范里面做得到的，所以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官兵万一真的有敌情威胁的时候会有这些的作为出现。我们也拿以色列在今年出兵加萨走廊还有黎巴嫩来做一个例子。一开始以色列国防军他们进入加萨走廊的时候也是有安装鸟笼这一类的设施，可是进去之后发现无人机的威胁并没有非常的大，所以后来就拆除了。所以现在他进入黎巴嫩，以色列的装甲部队都没有安装类似的装备，可是以色列的战车上面都有安装主动防御系统，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所以小型无人机它是否真的满天飞，真的还要看情况。目前看起来在以色列周边它的商规军用的情况并没有很普遍，所以尤其在现在黎巴嫩真主党的清剿任务里面，以色列国防军也并没有安装这种鸟笼的防护设施，所以不要夸大无人机的战果，我们应该不能忽视它，它就是现代战场其中一种的威胁，那我们要进行相关的防御，也要做准备。目前台湾对于这一类的空中威胁的防护力是不足的，不管是小型无人机，甚至是整个低空防御，像这种野战防空的能力，其实都还有待加强，并不是靠干扰枪或者20机炮这些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像20机炮它没有射控系统，就一个光学瞄准仪，那干扰枪你又不可能叫一个人24小时就端着枪在那边警戒，而且你也没有木货，所以在欧美现在的野战防空都走向了弹炮合一，像这就是德国莱茵金属他们的 Sky Ranger 30，就是它是30机炮，再加上有次针飞弹，所以弹炮合一，这样对于小型无人机的接战能力也会非常的好。然后它有五面的 S 波段阿伊萨的雷达，所以它有一个完整的木货打击，然后还有光电瞄准仪，可以24小时接战，不受天候的影响，然后安装在八轮的装甲车上面，它的任务弹性就非常的大。这是炮塔它的特写照片，就看得很清楚。它的这五个扁平的雷达天线就涵刮了360度的征收范围，对于小型无人机它的侦测范围也超过了1公里，对于直升机的侦测范围是12公里，对于巡弋飞弹这一类的侦测范围也超过了10公里。所以木货征收这个在防空系统里面非常的重要，只要没有看到这个东西，那你整个接战效率就会很差。然后它又配备了次针等级的防空飞弹，所以对于攻击直升机还有对于巡弋飞弹的接战能力也都非常的好。另外莱茵金属原来的35快炮系统也升级了，所以 Sky Ranger 也有35系统，可是它就没有飞弹，那它上面就有一具 X 波段或者 KU 波段的雷达，还有雷射的测距仪跟红外线光电瞄准仪来进行接战。在美国就是 M-Shore 这个遥控武器站是意大利里奥纳多的产品，它可以加装了30链炮，还有 7.62 公里机枪，还有次针飞弹、地狱火反战车飞弹，另外它有四面的 MHR 的雷达，在正前方这边有一具敌我识别器，所以这是目前美军现役的装备。 M-Shore 也有出 HPM 就是微波系统，它就可以针对蜂群战术来进行反制，因为前面的这些它只能针对少数数量的无人机来进行预防。 M-Shore 也出了最新的 DE， 它就是雷射系统，
在美军已经开始服役。那要做到雷射系统就需要50千瓦以上的功率才有办法来击落无人机。所以现在里奥纳多出的最新的 DRS 反无人机型的史崔克，它上面就有30链炮、机枪、飞弹还有雷射。那它采用澳洲的 EOS R400 的遥控武器站，另外有加装了雷射导引火箭，就是 2.75 寸的空用火箭，它的最新衍生型具有导引的能力，然后还有一具雷达，还有一具雷射。不过这个功率只有26千瓦，这就稍微有一点不足，因为根据美军的测试要50千瓦以上功率跟射程接站距离会比较理想，而且这有 AI 的演算法来协助，所以在敌我的辨别能力上还有接站的效率上会比较好。而在前面这几个30链炮都是采用了 M23 动 LF 的版本，就是阿帕契基腹那一门30链炮它的衍生型，它也可以安装在悍马车等级的载具上面，可以加强它的任务弹性，也可以提供机部单位或者其他单位的野战防空能力。另外以色列 Elbit 他们有出了许多的无人机反制系统，基本上它是用电子干扰的方式，像这一款 Redron 它就是属于电子干扰的方式，张开了一张保护伞，防御一个区域不受无人机的威胁。另外以色列的 Rafael 他们也有出 Drondon 反无人机系统，他用 S 波段的雷达来监视，然后另外有干扰器，还有一个频谱接收器，所以他也是电子干扰的方式。另外像美国的 L3 Harris 他们也有出 Vampire 反无人机系统，它就是属于一种飞弹的系统，可是因为它可以在皮卡上面就安装，所以它的任务弹性就非常的大。另外以色列有出一个 Spider， 这就是以色列把他们的 Spider 飞弹把它轻量化装在卡车上面，再加上它的雷达来成为一个整合式的防空系统。波音在之前也有针对复仇者防空飞弹进行改装，安装了一具10千瓦的雷射来进行测试，现在也有最新的衍生型，所以复仇者防空飞弹还可以再进一步的给它升级。另外美国国土安全部采用无差别式的干扰，就是采用以色列的 Cyber 这个反制系统，它可以由人员来背负，它也可以用车载的方式，可是它张开的保护伞范围内所有的电子器材都会受到影响。可是这是美国在机场已经在使用的，所以它可以保护了 1.2 公里到4公里之间的范围。最后我们要再强调一下，本末不能倒置，要进行建军备战就是要做计划的时候，我们就会设想我们有什么样的战场情境，我们有什么样的威胁，所以我们要先想好我们的需求之后，然后努力去获得我们所需要的武器，所以是打什么有什么，这是建军备战它的原则。那万一开战了，已经在交战中了，这时候就是手边有什么就打什么，抓到什么就拿来进攻，抓到什么就拿来防卫自己，这就是有什么打什么。所以我们看到乌克兰战场上面他们现在的状况就是有什么打什么，所以这一类的商规军用的小型无人机它是应急作战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所以我们不能夸大这些无人机的战果。法国陆军的参谋长就有讲，现在法国所有的装甲车上面全部都有无人机反制系统，在这情况下他并不认为无人机还能够一直在天空里面予取予求达成他的任务目的，他也认为无人机的蜜月期已经过了。所以我们虽然不能忽视无人机的威胁，可是我们也不能把它夸大，讲得好像无人机就要主宰整个战场一样，因为它是非常的脆弱，而且它自我保护的能力非常的差，所以我们应该把它解读为我们的装备里面会增加无人机还有无人机的反制系统，但是它并不是战场上面的主角。看乌克兰就知道，空中仍然是战斗机，在陆地上仍然是战车、自走炮、多管火箭，这一类的传统兵力完全没有办法省略，
他仍然是战场上的主角。好了，我们这一集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台湾需要像 Sky Ranger 天空游侠30系列这样子弹炮合一的野战防空系统，假如要低成本张开一道保护伞，那这样子像这种电子干扰的系统也都可以列为我们的标准配备，来保护我们的重要基础设施还有我们的军事设施。好了，我们这一集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